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迎接下一位嘎嘎。哦，锤锤，锤娜丽莎，请做一个有趣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锤锤，我曾经呢是一名女团练习生。嗯，真的吗？哦，没想到吧？我自己都没有想到。哎呦，好搞笑啊！他，我觉得他好可爱。我认为 Gagman 呢，一开始，我只顾着自己。唱起来。对不起，毕竟是一个 vocal， 比较喜欢唱歌。一开始呢，我是认为，Gagman 可能需要具备一些偶像技能，比如说这个唱歌啊、跳舞啊、相声啊、小品啊。魔术大吉。哎，他好可爱啊！放出来吧，放出来吧。欢迎锤锤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欢迎欢迎，锤锤好。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。